嗨，各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回到大话说电影，我是主播老张。我是主播包子，这是星期六二月10号早晨6点半，我继续跟大家讨论电影啊。今天是我们第24期节目。老张，你好像这一星期过得挺爽的嘛。对，今天早上有点起不来，因为还在倒时差。谁说的倒时差啊？放假去了是吧？有1个小时时差，虽然1个小时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但是就是作为早上一早要起来，这1小时还是挺珍贵的。对，有些时候挺关键的，对，我这周有些去时候那挺个关键黄的。金海岸去玩了一周，你也应该放放假了，好像你是在圣诞节啊、和元旦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放假是吧？对，因为就我觉得，就是圣诞节啊、元旦啊什么出去玩的话，到处都是人，特别小孩特别多，所以我就趁着那个，我们这边开学了嘛，开学以后就小孩少了，然后家长也少了，就是稍微人少一点，然后去黄金海岸去玩一下，挺开心的。对，理性放假呀，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的热点。这一星期呢，我们上星期节目回归啊，其实大家都挺想我们的。我这一星期打开我们那个喜马拉雅和荔枝啊，还有微信上啊，都有很多听众朋友向我们打招呼，跟我们说欢迎我们回归。很多像什么 Crazy 大脸猫啊，Rex 巴西啊。世界随听安其成啊，挺多其他的朋友都在不停地说啊，欢迎两位主播回来，对两位主播有信心，相信你们不会消失，各种各样我们没的。有被封杀对，挺暖心的啊，打不死小强是吧？还没被打呢，还没被打呢。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关于点评和看电影的反馈，幻影成行和张磊 EOU。每天知道一点点，都这几位朋友都表达了对《水形物语》的看法，好像是，总体来说呢，大家对《水形物语》的理解就是说，都像我们感觉差不多，说电影都是拍得很好看，但是呢，就是对里边的感情发展就是不是特别能同步，有很多说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接受，我这但周总碰的到一来个说。朋友特喜欢这部电影。我相信这种人一定会存在的。就是说我其实是在，就是不能接受和特喜欢这个电影之间摇摆不定的。但我相信，在我这边指定会有挺多朋友，就是说特喜欢这电影的。这是怎么说呢？非常制作精良嘛，对，而然后且他们总体来说是个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音乐，还要去买那个原声碟。对，音乐是非常法式的那种音乐，你听着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在小广场上坐着喝咖啡的那个感觉。对，就是非常怀旧式的音乐，但是大家总体来说呢，感觉好像三块广告牌的可看性呢就大过水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两个人观点也是挺同步的哈。对。对，另外呢就是黑檀木白象牙 Wes 他对关于我们上星期提了一下Watchmen 守望者提供了一点反馈，他说对守望者的喜爱呢是大家就是觉得守望者这个电影是 DC 漫画电影里面现在来说最好看的一部。然后另外呢，他有一个挺奇怪的建议，说建议大表姐应该在脸上画2道疤，然后找头熊打一架，这样可能就能得影后了。这应该是我们谈Red Sparrow 的那个预告片的事。对，但是我想说，大表姐其实已经得了好多奖了，好吧？对。她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和最佳配角加上金球奖，乱七八糟她已经得了一堆了。他不她用现学在的。小李子去跟熊打一架，对，对不吧？用那么拼。他现在其实更大的危机是电影不卖钱。对，我们现在看他 Red Sparrow 表现怎么样吧？我这几天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也不停的在被逼看2个电影的预告片，一个是《50度飞》，一个是《Red Sparrow》。就每次看电影的时候，都会看到这2个电影预告片，看得我其实都有点蛮烦的。那你就晚点去啊！我现在一般性看电影，我会迟进去20分钟，因为我看他所有的广告加预告片，差不多20分钟。可是，万一要是有黑豹的预告片呢？都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坐在电影院里面看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吧？对。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绅士型吉，熊吉，他表达了一些对喜马拉雅留言系统的看法，说这留言系统我真是服了哈，有一种回到几十年前论坛的感觉啊，自己的留言半天看不到，然后几个小时以后突然就有人回复你。
另外呢，他提议说让我们关注一下关于网易音乐电台，就好像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平台，推荐我们在那里边也有一点覆盖率，发展一下。嗯，我看了一下，然后我过去申请了一个账号，但是就是还没有很习惯那个它的操作环境。但我现在就先上了一期那个第十九期节目上在那边给那个给他们的平台批准嘛，然后现在批下来了，所以现在就要准备把所有的节目都灌过去了。嗯嗯，这是第十九期，是马戏之王那期对吧？对，嗯，对你先过去呢，现在朋友们现在要是过去能找着一期，大概下个星期什么时候，等到你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吧，再过去估计就都能找到了。对啊。狡兔三窟啊但是说实话，喜马拉雅留言系统这真也是挺智人的。我记得是星期一晚上的时候，我有几个朋友就是在喜马拉雅上面有留言，然后我想回复嘛，就刚回也回不进过去，最后我睡觉的时候都挺火的，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就特纠结这事儿，你知道吧？重新打了好几回，退出再进来，就感觉好像是手机有那个就是缓存的问题啊什么的，但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系统问题。我是也是，就是我是好像前两天我用电脑上，然后就是也回不了，很奇怪。他这服务器有问题呗？对对，然后就各种敏感词啊，好过分啊！就是什么 Skype 啊什么的都是敏感词。对，我看到你回信说 Skype 中间还加了个横线 ，Skype 也不能说。对，你有敏感词的时候，他给你回复不一样吗？他就是说不能回复有敏感词，然后你就得猜哪个是敏感词。这也是确实是挺蛋疼的一件事儿。那慢慢适应吧。另外呢，有位朋友换而言之，他有一些对我们节目的态度和提议啊。他说对讨论的电影，但是国内看不到呢，就是他觉得有点挺纠结，挺难受的。然后呢，另外建议我们节目时不时呢要夹杂一点干货，这样就算是对讨论电影没兴趣的节目嘛，就是对于听众朋友的角度上来说呢，也会觉得节目挺好听，而且呢录一个时下的节目。就是说对我们的节目说啊，不是说要不然的话，你看你录一个关于现代电影的讨论，电影一旦说不再上映了呢，就没有人再听了，这是不是就是挺蛋疼挺可惜的。我就想问一下什么叫干货啊？不特理解，就是估计想要有点就是剧透性的东西，然后可以讨论的更多一点吧，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是基本上是做不剧透的，所以其实可以讨论的东西比较有限。我跟老张好像在这方面一直两个人也是有点摇摆不定的事儿哈，就是说有些时候觉得只能在外围讨论电影吧，对于我们来说也讨论不到点上，我们也觉得挺痒痒的，但是如果是说一点都不控制上来就呱嚓直接给你透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会觉得有点心惊肉跳的，就想躲着节目听了。这个就是两方面要找一个平衡点嘛。其实我也听很多就是电影新闻啊，电影这种review 这些东西，但是就我作为一个听众的话，我其实不怕被剧透，因为我觉得就算被剧透了，就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是享受这个过程。但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比较纠结吧。对，有些时候就是宁可就是别挑战太多，对吧？对，另外一个就是说看电影，有些电影呢，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剧透比较有抗拒性。就比如说像《水形物语》这种东西嘛，其实就是说，其实你用不着剧透，大家在过去看之前，多多少少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像什么是第六感那种电影嘛，《Sixth Sense》那种电影嘛，你一旦剧透了，这个电影真的就损失太多了。对对对，就是这种电影你一定要有第一次发现这个真实那种感觉。对，包括那个我第一次看那个 The Usual Suspect， 你知道吗？看完那部电影最后就感觉人就被粘在椅子上动不了了。对，他应该这电影整个卖的就是他这个电影起伏之间的这个悬念点。对，这个时候如果你上来就把它剧透了，这电影真就看的时候就觉得损失太多了。但你要是像《华盛顿邮报》那种电影嘛，你剧透不剧透，说实话大家都问题不大。对，我就不会有特别多人很纠结，说这个东西我跟老张看着掌握吧，
暂时也不是有一个特别准的点，但是以后慢慢的我们相信会落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因为如果要是能够稍微打开一点讨论嘛，对我跟老张也舒服很多，因为有些时候都已经说了然后还得把它切掉，这也确实是挺难受的啊。嗯，对对。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叫做地狱书馆的少年。你知道为什么我提这位朋友吗？他去看我的微信公众贴了他去看我的微信新闻贴了，然后他给我留一条留言说，包子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做公众号啊。嗯，然后那里面干货很多是吧那里面确实是有挺多东西的，因为比如像我们提的电影新闻啊，现在包子都会抓一个屏啊，然后做一个 memes 放上去啊。嗯，然后呢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像我们对讨论电影的这些构骨架型的东西的都会在里面。嗯，另外一个还有我们两个人平时在声音节目里面覆盖不到的东西也会时不时的都加进去。嗯，所以说确实是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新闻贴的，有朋友看我就挺开心的。现在那个新闻贴有50位关注的人，但是有很多都是亲友团，其实不算数。嗯慢慢来吧慢慢来吧。另外他还说昨天看了那个 Happy Death Day 和马戏之王，说 Happy Death Day 真心不错，在逻辑上有点问题，但是整个故事和演员的表演都是挺好的。嗯啊，马戏之王呢就是歌舞水准上表现突出，故事就有点就是比较粗糙，就是很可怜，他也觉得挺心痛的，就是说只拿了一个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基本没得什么奖嘛。嗯就是好像是我们也都是感觉差不多哈。对，因为马戏之王好像是前一周在国内开始上映的嘛。嗯，反正我在朋友圈里面，对所有朋友去看了以后都特别喜欢，主要就是也确实挺好看。嗯，另外一个 Happy Death Day， Happy Death Day 是一个恐怖片，它就是有点像 Groundhog Day， 是青春片，讲的是就是学校里边的事儿。这片我看了，我觉得还行，就是说在如果你要是搞那种学校青春片的那个水准上来说吧，它应该是在平均线以上的。嗯，但是我就是有点问题对这类电影嘛，我觉得学校青春片里的演员嘛，最好就是要找那个学校青春片里的演员，就是说有些时候这个里面的演员是演学生，但这个演员如果本人已经30多岁了，他确实挺容易带出戏的。所以就要像那个 IT 里面全部选一帮小孩嗯，对，或者是你想就是像蜘蛛侠嘛，他是高校里面的事，对不对？嗯，但是他里面的人呢个个看起来都像学生，这也是就是挺准的定位嘛。嗯， Happy Death Day 里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看了一下那几位女主角，应该都是大学生，年纪应该在20岁左右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档案上都不写名字，就不写生日了。嗯，然后其中有一位是2009年就大学毕业啊。嗯，那么要按这个算起来现在已经30多岁了，就是女主角，所以说看的时候多少有点拉出戏，就这算是挺值得点出来的一个缺点吧，其他的都没什么，就是算是平均线以上。嗯，那个马戏之王其实也能算是一个恐怖片吧，我觉得。你开玩笑吧，马戏之王恐怖在哪里啊？你想他两个女儿从来没长大过，永远是那个岁数啊，那应该是不是真的女儿是吧？是想象的女儿吧？就跟那个就是 A Beautiful Mind。对对，他可能就是在贫穷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女儿已经离开他了，然后后面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事儿。哇，这突然之间打一个，让我脑洞大开啊！不能去多想，越想越恐怖是吧？细极思恐啊。嗯，那么这个星期呢，总的来说在电影环境里面算是一个挺安静的一周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下个星期是黑豹开镜，所以说很多电影呢在这个星期都避开了。2月份总的来说呢也是就是热点电影和票房电影的淡季。嗯，但是有一个挺大的新闻，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以前看过然后挺喜欢的一个电影叫做科洛佛，就是 Cloverfield。 嗯，在美国的一个就是黄金季的球赛一个大赛季的环境里面嘛，超级碗 Super Bowl 大碗对吧，大碗球赛。
然后在上面放了一个预告片，然后几个小时之后这个电影就 Netflix 上面就出来了，就那个他们踢完球以后就可以看了。对，嗯嗯， Super Bowl 其实对电影也是挺重要的，每年的话都有很多那种大片的那个预告片都会在 Super Bowl 上面放。对对对对对，嗯，因为好像是就是把一个预告片或一段广告放在 Super Bowl 的广告这个，就等于是美国的春晚嘛，就是看的人特别多，所以就是特别贵，几million的广告费啊。对对对，是个挺大的事儿。嗯，对。然后呢，这 Cloverfield 呢就在上面就播了一下，然后当天晚上就可以上线就看了，所以算是电影界挺轰动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他既然这个电影在线上就可以看了，所以我相信很多国内的朋友们就可以看了，对吧？嗯，对。所以说电影院里面虽然没有特别好的电影，但是我跟老张两个人都看了一下这个电影。你看了科洛弗以前的电影吗？我看了第一部，第二部我没看，但是我知道，嗯。啊，你跟我差不多，我也是看了第一部。嗯，那么这部电影呢，第三部叫做《科洛弗悖论》。的 Cloverfield Paradox， 嗯，算是一个电影世界里面的故事吧。你给简单介绍一下。它主要就是说的一个国际的太空站上面，然后一群来自就世界各地的这些太空人，然后他们是已经这个环境是在一个未来的环境嘛，然后就地球上的能源基本上已经要用完了，就剩下来的能源非常少，所以就几个国家开始有冷战了嘛，就马上要开始要战争了，这种环境下就是这些太空员必须要在这个太空站上面获取新的能力来源，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实验，然后就一直失败一直失败，然后最后一次就做成功了，成功了以后然后就带来了很多想不到的结果，然后就这么一回事儿。嗯嗯，这是不剧透的剧情介绍是吧？嗯嗯嗯。我看了这个电影，然后这电影我是分两段看完的，就是第一次看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嗯，然后呢就总的来说就是觉得有点浪费时间的感觉哈，然后就走开干别的了。我一开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它不像是一个电影，就这部电影本来是在四月份要在电影院里面放的，然后突然就是好像他那电影公司对这个片子特别没有信心，就把它给卖给 Netflix 了，然后 Netflix 应该对他挺有信心的，所以才会花钱在那个超级碗 Super Bowl 上面放一个广告啊。但是我看完以后就觉得好像这笔投资好像不是很值啊。对，但是 Netflix 最近做的挺凶的，就是说他们特喜欢收这些就是不愿意进电影院的电影嘛。嗯，那么前一段时间就是还另外有一个新闻，就是关于 Natalie Portman 的那个电影叫做Annihilation， 对，五位女科学家跑到一个就是封闭的禁区里面去，然后做科学调查遇到怪物的事，那个片子也是拍完了之后，然后Paramount 主要是 Paramount 总做这种事，然后看了一下觉得哎呦可能要赔钱啊，然后就把这电影就。基本就转卖给 Netflix， 嗯，就是为了控制损失嘛。这个电影也是这样，好像这个电影最开始的时候预算只给了1000万，就10 million， 但是最后在拍的过程中呢，不停的超出预算。现在在那个 IMDB 上，说是估算的预算是26 million 吧，2600万。嗯，但其实我看到有消息说，因为重拍的原因，其实已经达到4000万了。嗯，就是成本。那么他们在内部做了一下播映和评估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这片子实在是不太容易赚钱，所以说干脆就把它卖给 Netflix。 Netflix 在做这个事情其实主要也是在炒作自己嘛，就是说其实本身不是为了让大家来看这个电影，因为我们以前说过 Netflix 都是月收月费的嘛，嗯，所以说你只要加入他就收钱，所以说他就是不停制造这些新闻信息啊，让你关注他的平台，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赢点。至于电影本身有多少人看，看完之后是好评还是差评，他们其实也不是特在乎。而且好像是 Netflix 把那个 Cloverfield 的这个系列的版权给买下来了，所以他想做更多的这一系列的那个电影，这样他就自己有自己的 content 了嘛，嗯，有自己的内容。 嗯，可是这个电影啊，我就觉得如果是像就是 Cloverfield 科富罗系列啊，科洛佛系列，不，真的是太咬嘴了。嗯，怎么翻译的这个？就是说，他如果真的就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他很快就挂了。
我觉得这是 J.J. Abrams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败笔，就是是吗？他把这些毫无相关的一些电影要把它硬刻成一个系列。你知道这个电影拍的时候，它根本跟 Cloverfield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然后 J.J. Abrams 做那个 producer，他做那个制片人，他就一定要就是重新改这个电影，把它改的跟 Cloverfield 有关系，但是关系就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就是说，你要去串联这有什么关系的话，真的会让你头痛的。对，就是很生硬嘛。就是对。我记得好像说，这个片子原先的剧本原名叫做《The God Particle》，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上帝粒子嘛。就是说，就是基本就是完全跟就是 Cloverfield 没有关系的嘛。个电影，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说想要拍这个电影，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没拍成。现在呢就把它拍出来，然后硬生生把它跟 Cloverfield 这个系列就并在一起。里面跟 Cloverfield 重复和有关系的内容很少，而且都很生硬，而且都跟剧情无关，你知道吗？所以说有些时候看就觉得挂羊头卖狗肉嘛，多少就是很不舒服。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导演的名字他叫 Julius Ohna，他是也是没拍过什么电影，就是履历表上挺清洁的这么一个导演呢。他都是拍他短片，还有对做啊短片的那个制片人。10分钟的短片啊，几分钟的短片，然后好像就在2015年拍了一个《The Girl Is in Trouble》，就算是一个大家谁都没听说过的电影吧。我看了一下 IMDB 上的评分，5分左右，所以说就是也没有什么注意力。说这现在看我们看到的这片子，就是《Cloverfields》然后《Paradox》，也算是基本上质量差不多。对，我就一看这电影就感觉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电影院里面电影的那个质量。对，应该直接进 DVD 对吧就是你知道，？DVD 就是你一般性你这个电影做出来，它都会最后调色啊什么的，就有一个电影的感觉在那边。这部片子就没有，真的就是感觉好像你开了一个 YouTube 看人家自己做的那种电影一样。就是电视剧嘛，它在某些制作过程的内容和质量上好像还不如电视剧，因为你像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关于镜头的控制嘛，就是说，比如说大的摇臂啊，大的滑道啊，这个镜头会跟着演员走啊，绕着演员转啊，就是类似这些表达情感的镜头手段，在这个电影里面基本就都没有，好像就是几个定位镜头，然后就差不多了，就是那感觉就跟电视剧，而且还是制作成本比较低的电视剧的感觉啊，很相似，因为现在近几年电视剧的质量也都升得很快嘛。对，特别是你看那个太空站，就是你一个远镜头看那个太空站，你就感觉那个太空站的它的特技做的特别假。那便宜啊，对，然后但是这还是得说这个电影里面的演员阵容其实还是蛮强的，这一点我倒是觉得都有点可惜了。好吧，对，就是主要演员呢，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一线大牌演员，但这些演员你看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这些脸你认识，对吧？第一女主角呢，好像是在《Beauty and the Beast》就是《美女野兽》里面出现，但是我没特别注意到她。但是你能注意到呢，就是说，里面有一个船长队长是黑人，他是在那个 Tom Cruise 那个电影里面，Jack Reacher 神探杰克的那个电影里面是一个黑人的那个侦探。然后呢，另外呢，你能看到那位就是在内战复联内战电影里面那个 Mission Report。December 16, 1991，不停的重复的，就是那个小人挑拨离间那个小人。他然在《后呢，Inglourious Basterds》里面也是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嘛。对对对，就是就在跟那个电影院里面那个女生关系挺好的那个，对，对。然后呢，另外那个你还能看到《Molly's Game》里边那个就是在牌局上面 Security 那个 detective 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最后跟 Molly 说"我爱你"的那个。那老先生在这里边算是个喜剧角色嘛，对。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是《Guardians of Galaxy》里边那个浑身化着金粉的那个公主，算是个反角嘛，在那里面。对，对，就是很多脸你都很熟，虽然说你不能直接说出来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这些脸你觉得都见过，在什么地方都认识这些人。另外还有我们特别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国际章，
说我吗？不是，对对，是你亲戚吧？章子怡嘛，你也算是国际章，但是你是老章对吧？国际老章，国际老章，嗯，我觉得吧，就是国内的观众朋友们注意这个电影，指定就是因为是章子怡的成分在里面很大。对，我就是好像看是什么章子怡粉丝团啊什么的，在那个就是微博上面就是大力宣传这部片子，但是章子怡本人好像没有特别宣传这部片子。对，而且章子怡在这个片子里面吧，我觉得就跟景甜在《金刚》里面的感觉差不多，你知道吗？还不如我觉得，好吧。他你还知道吗？就是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是，要不是中国人给钱拍的这部片子，要不就是一个什么就这种叫什么友谊交流啊什么这种派过去一个就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整部片子里面世界各地其他的那些宇航员都会说英文，就他一个人不会说英文，他就在那边说中文，然后他说中文那些老外还就每个国家的那个老外都听得听懂，得懂，然对，后还听得能懂，用听得中懂。文回他。然后，有些时候他们是直接用英文回的吧，大多数是对直对接用英文对对，回的。但有时候会用中文回他。然后这些老外说英文，你可能还听得懂，但是他们一说中文，你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啊，对，这事儿我觉得特纠结，就是外国人说中文的时候吧，可能是对于他们那个电影制作团队就算是差不多了，因为他们指定是用英语标的标音嘛。对。然后就勉强去发音嘛。对于我们这些中文观众来说，真的是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东西。对，而特且别让章，人出戏。对，而且章子怡的那个中文在这个电影里面吧，她说的也不怎么样。就是嗯，说她的表演在这个电影里面吧，就特话剧、特生硬，就是感觉她好像已经十几年没演戏了那个感觉似的。就是还特努力，脸上表情又特夸张，然后呼吸又很沉重。但是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他在这里边整个就是完全格格不入。就是我觉得他可以，他的台词也不是很多。他真的要练那些英文的话，他是练得下来的。他拍那个什么《艺伎回忆录》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用英文的吧？对呀，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中国背景的科学家，在空间站上，你说的英语有点口音，这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能接受的。对啊，而且他一定你要再就怎么是。样，你是国际章啊。对呀，这你国之际前是谈国什么家事儿。老外男朋友什么的，你不能英文就这么差，然后连一点简单的台词都搞不定，然后要全部用中文来说。我都觉得他应该是花钱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因为他最近好像基本没怎么拍片子吧。他基本就现在这几年就在搞那个什么演员的诞生，然后做导师嘛，跟人家说怎么演戏什么的。但是你这部戏出来以后，你就真的拿很这东丢西脸教别啊。人，我对你怎么样跟别人说？你连语言都搞不定。你看那个《演员诞生》里面，很多人他们不会那个方言，都要去在后台学那个方言，然后来演一段戏。你这个英文对你来说应该比方言要简单多了吧？这比较直接嘛，因为这个电影里面对你英文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嘛，对啊，谁也没要求你是在曼哈顿出生的那种英文，对不对？你是国际科学家嘛，但这一点都搞不定，确实是也是很让人失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在这里边的这个就是表现很机械，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点都没有那种内在的东西，完全都是就是电视剧水平，基本就是。说他跟景甜水平差不多，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吧。因为景甜在《金刚》里面的表现是我就是比较能记得住的，就是他还表就试图表演了一下，因为看到金刚出现，他还表示比较恐怖啊，好怕怕呀。就是跟章子怡这个水平就基本就是一个水平线上了。对，这个如果要是表演导师的话，那我觉得中国电影前途有问题。所以之前节目，然后听众老是说老张在黑景甜啊，很喜欢黑景甜，是老张是挺喜欢黑景甜，但是这周我们不黑景甜，我们这周说景甜的那个表演水平在这部片子上面跟章子怡一个等级。我对章，我说实话，我一直没喜真喜欢过章子怡。章子怡红的那部电影，就是在国外环境里面红的那部电影，就是叫什么《卧虎藏龙》嘛，就是很久以前跟周润发演那个电影嘛。其实我觉得那个电影里面后来真正红起来，然后有电影影响力的，其实还是杨紫琼。章子怡呢之后就变成一个好莱坞的一张脸了，然后这里冒冒那里冒冒，真也没见她演什么就是表现实力的电影。现在出来搞这么一下，就基本就是跟那个
刘晓庆算是一个桶子里边的演员了。我是觉得就是根本不需要请章子怡演这么一个角色，就是在好莱坞在美国有很多就是华裔的演员，片酬也不高，完全可以演这个角色，又搞了电影啊 ，Maggie Q 啊，他不一定非得是中文的，他就是其实你看这些科学家里面有男有女，对吧？然后有美国的，有欧洲的，有白人，有黑人，有男人，有女人，有亚洲人，有就是有就是拉丁美洲人，就是他基本就是想把，就是因为上面有七个科学家嘛，就是所有的就是点都点一下。做一个小的联合国嘛，就是政治正确空中联合国，嗯，对，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亚洲人，但这个亚洲人的脸吧，也不一定非得一定要在中国找，就是说日本啊、韩国啊，就是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呀、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亚裔演员在好莱坞多的是嘛。而且没有，我就觉得他就是要就是体现出这个在未来世界的这个资源很少的情况下，就是几个大国都联合在一起要搞这个项目嘛，所以就是要不就是中国人，要不就是日本人选这样一个、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是中国就是电影界有点关系啊什么的，硬要塞一个中国演员上去怎么样。对，中国现在电影界然后找个比较大牌的，特别喜欢往外投资，嗯嗯嗯，但扔出去的钱都不太容易收得回来。对，保本就不错了，保本就不错了。而且就章子怡就是在这部片子里面，她和那个 Daniel Brühl 是演一对情侣，但是就整个看下来没有任何的 chemistry， 没有任何的火花在那边。对，就是很机械啊，嗯、就啊木头人一样。对，就而且这个情侣的人设吧，就是存不存在都没什么关系。嗯，对，而且整个这个剧情呢，也就是怎么说呢，乱七八糟的，就是说他们这个跑到空间站去搞大能量试验嘛，然后导致了一些关于穿越方面的东西。最后呢，这个在这个飞空间站里面就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事儿，就没有办法解释的事儿。嗯，这些事儿就完全没任何逻辑，就是完全是剧情需要的一些剧情机器啊。哦，我觉得他是想模仿很多以前的这种外太空的这种恐怖片的那种感觉，比如像异形啊这种东西，好像就是从有这种外生物啊从人身体里面爆出来那种东西啊，或者是整个那个宇航站好像要在杀人一样这种东西，就这种老电影里面很多的这种东西、嗯、但是他在这里面弄的话，你又感觉不到是像一个致敬，更像是一个抄袭，就是恶搞嘛。对，嗯，就整个这些电影看下来之后呢，你也不觉得恐怖，然后你也不是特在乎这些人的命运，就是这些人没一个就是说他人物构架和性格发展到让你觉得很喜欢或者是很入戏的那个感觉，大家都在那儿吊儿郎当的在那儿搞。对，就是这部片子一开始就是前一半看的时候，你还在拼命的在试图去找这个跟 Cloverfield 有什么关系，或者想把它逻辑化。等到后一半的话，你就完全放弃了，你就没有办法逻辑化这些东西，就看完它算了吧。对对，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个电影叫做《Life》，讲的也是就是在什么其他星球上过来了一个原生态的单细胞的生命，嗯，然后在空间站上对这个生命进行试验，最后它变成了一个恶灵，然后开始攻击里边的科学家，最后一步一步也算是空间站里的那种就是封闭环境里面的恐怖片嘛。对，就是这个片子跟那个片子有直接的可比性，但是要相比那个片子来说，这个片子就实在是得分太低了。嗯嗯，这个片子里面有一小段，就看过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理解包子说什么，就是里面有关于手的那一段。嗯，那一段挺搞笑的，就是说我看到那段的时候我笑了，但是是苦笑，就是对，就是胡闹啊，这对对对，嗯，胡闹。而且就是他这个东西最后完全没有解释，什么都不解释了，就是都是跟就是上帝粒子有关系，然后就都过去了，不管我怎么搞你都得接受，就完全不需要讲什么道理。嗯，我就讨厌这种不讲道理的。对对对，就是回头再想一想，就是觉得我这两个小时就要回来应该，嗯，浪费了小时啊！好像我们这已经24期节目了，从来没有这么黑过一个电影啊。
只黑过人，没黑过电影，是吧？对，有黑黑电影，连带黑人。而且另外就是章子怡，你刚才说，我想起来，章子怡有些粉丝团嘛，就粉丝团还说啊，章子怡在这个电影里面啊，然后说什么表现出色呀，什么给中国电影界又争光啊，然后又说什么什么冻龄美女这些词又出来了。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觉得章子怡其实也老了很多，好吧？就是她完全不是。说实在，就是中国人长得还是就是比较比较对，就是看不出，就是说你说他20多岁30岁，就是还是有人相信的。你拉倒吧，你说他20多岁有人相信，那这人指定是不说中文的好吧？对，就是从老外眼里看的话，他还是可以说是20多岁的。啊，你如果要是老外看的话，他应该是算是27、28那个样子。嗯，但是对于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要看他的话，他指定是40岁，左右的。就是说，你要是就是咱单把他一个剧照拿出来的话，他脸上有化妆啊，有什么的，对吧？而且他毕竟他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养生处优的这么环境嘛，他又不劳累，他又不下地干活，他确实是算是养生养得挺好的。但是你要是把他20岁的时候照片拿出来跟他现在一比，他绝对是老了十几岁。那是，那我们对这个人熟嘛，但老外看的话，他就觉得哎，这人好像跟之前看那个什么 Rush Hour 2的时候还是差不多的感觉。没什么变化嘛，对吧？对吧。对，但是对你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只能说是粉丝团的理智不可以理解。惹不起粉丝团。对，对，我觉得这个电影，说实话，首先它就是跟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这镜头不晃了。啊，对，之前 Cloverfield 对，就真的是在电影院里面看到人想吐。我真的就是在电影院里面看，我就是几乎全程闭着眼睛的，就只能听对白，我看头晕。对，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吧，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是非常抗拒的，很恐惧，就是怕它镜头晃。然后有人跟我说你可以看啊，镜头不晃啊。我说啊，不晃了不晃了，我可以看一下。结果看完了之后觉得还不如晃了。他要晃我就真吐出来了，现在想吐还吐不出来，我就很难受，你知道吗？就其实这部片子就是打着 Cloverfield 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名字来卖这部片子，然后 Netflix 又把它放在那个 Super Bowl 上面，然后是第一次就是说一个预告片一出，然后几小时以后就可以看的一个部电影，这也是就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这部片子的广告效应其实大过它的电影效应。对，对，老张，我包子给这个电影的打分是差。我觉得如果你要是 Cloverfield 的电影系列的粉丝，你其实应该跳过这部电影。如果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他们可以接受上一部那个 Cloverfield Lane 和 Cloverfield 的联系的话，他们还是应该就是挺有兴趣会看这部电影的。哎，我相信，就是说，其实我们推荐说不推荐你看，但是很多朋友就是说，因为首先它是网上资源嘛，但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已经对前面一部或前面两部挺了解了，那么你下一步顺理成章的你就往下继续看嘛。但就是说期待值，你要是零，我估计你也不会被惊奇的。就是这片子确实也是。都是为什么会被很就是桌子下面就卖给 Netflix 是有原因的。对，这原因在看完电影之后也觉得是很明显的。就是如果你周末有100分钟想浪费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部电影。我也是给他一个差，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两个人给差的一部电影，双差。2018年好像是挺开拓的嘛，双优的电影、双差电影都出现了。但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给听众做一个避雷的效果嘛，对不对？我们看差片，他们就不用看了，对吧？对，就是我们看了，对。但是如果你想吐槽章子怡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部片子，然后你就有槽点了。看完之后说说章子怡嘛，对吧？要不然的话，想看章子怡只能上电视。章子怡的不怎么演戏了。OK， 那么这就是差不多了。Cloverfield， Paradox， 双差啊。包子其实还看了另外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叫做 Den of Thieves， 中文叫做贼巢，就是贼窝的意思。名字挺别扭的感觉。别扭的，这翻译成中文发音特难受。这片子呢，老实说，我是完全没期待值的。因为我有朋友，这朋友呢，他周四的时候有时间跟我说啊，我们出来聚聚吧。我说好，聚聚吧。我们两个人坐着吃饭聊天，
然后他说看电影吧，我说好，星期四，通常我们这里星期四的电影就是开映，然后我们就是随便挑个片子，就这个片子感觉好像是我们还没看，因为其他的片子或者是看过了或者是太差。跟包子出去看电影是挺麻烦的，因为他什么电影都看过了，是吧？也不是这么说吧，但有些电影是明知道是雷区的就避开了。但是这个片子呢，就是因为还没看过，然后也不是特了解，所以我们就去看了。然后这个片子对包子来说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惊喜。这个片子呢，就我就简单就说一下吧，因为我估计看了一下，好像国内也没有并没有排上映的时间，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能上映。所以说，而且是一个就是怎么说的，完全没有广告啊，没有信息啊，这么一个电影。估计是那个 Geostorm 以后，他们不敢宣传这个片子了吧？对，有可能，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演员阵容呢，我也觉得挺担心的。因为这里边是 Jared Butler， 大家可能都挺熟悉的 Geostorm 嘛 ，God of Egypt 嘛，对不对？从300之后，他就一直在演烂片。所以说大家对他要是有点心理上的回避感，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当时我也是有很类似的心态。其实他演那个爱情喜剧片还是挺有看头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没什么深度嘛，就是他出现了拿工资，然后那些片子剧本里面有一些乐点笑点，他就也都做到了，就这样。他在那个爱情喜剧片里面就是演一般性，就是演一个非常粗犷的一个大男人的这种角色嘛，但就是好莱坞一直想把他打造成一个就是动作片的巨星，但是大家不是太吃这套。对，他动作上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好，他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打星。反正就是像什么那些像什么London has fallen 啊，或者是 White House has fallen 啊，这些片子也就是讲白宫啊，美国保护美国总统的这些片子也都乱糟糟，就是比较二流嘛。而且另外一个我对这个导演也挺担心的，这个导演叫做Kristen Gudegast。他是 London has fallen 的导演，就感觉好像他在就是伦敦陷落那个电影里面呢跟Jared Butler 合作了，然后呢重新再合作一次。他是编剧吧？对，他编剧，他也是剧本。他是首先是写的故事，然后又写成分镜头剧本，然后还做导演。算是是一单人作品嘛，这么想啊，这就是这个人的作品。所以说最开始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特期待值特低。但是这个电影呢，我看完了之后是有一种很惊喜的感觉，觉得电影其实相当相当好看。包子现在直接先说了，这个电影包子给打分是在优和良之间的良，就是给他打分是良，但是其实就是好看的程度相当相当高。电影讲的是在Los Angeles 洛杉矶，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贼和抢银行案件发生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呢讲的就是说是一对强盗准备抢银行，然后呢他们非常成功，内部的管理和内部的计划性非常强。然后呢Jared Butler 呢是一个警察小队，一个专门打击这些抢银行犯罪的这个强力小队。这个小队里面的警察个个都有能文能武啊，对吧？然后就是试图抓这一组贼，但是这一组贼呢就像普通的犯罪电影一样，就是说既要在警察的压力下完成犯罪的计划，然后冲破重重的阻碍，要抢成银行。就是这故事构架本身就跟当年的导火线有个电影叫做 Heat， 很相似，警察跟贼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这个贼呢要在压力的环境下有很高的表现。吉尔巴特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非常非常好。就是说他也还是一个不好的丈夫，然后呢不好的父亲，但是呢是一个非常用心的警察。他就是在他自己这个人设基本就在警察和流氓之间呢，他为了破案不惜一切手段呢，各种各样的合法的非法的他全都干。那大反角呢，他的名字叫做Pablo Schreiber。我在上一个电影里面看到他的时候，他在一个电影叫做 13 Hours， 是 Michael Bay 主演导演的一个战争片，他在里面演一个特种兵，对他印象很深刻。这个电影里面他的
表演非常细腻，就是说有非常强的能量在里面。嗯，这两个人的对手戏相当好看。总的来说，包子觉得这个片子在娱乐性来说非常非常高，倒是非常推荐朋友们去看的。也是因为你先看那个 Cloverfield， 然后就比较。没 Cloverfield， 其实我是看了一半，嗯，然后去看这个片子，然后再看，然后看完这个片子之后，回家之后再把 Cloverfield 的第二部再看完的。嗯，对，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有机会呢，老张你也可以考虑去看看，看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回头来，重新再说一下。但当然了，下星期火热的就黑豹上映了，所以说你的档期也不太容易排得开哈。对。OK， 那我们下面再讲一讲关于新闻方面的事儿吧。嗯，第一条新闻是 Marvel 电影里面，黑豹马上就要上映了。剧本的作者呢叫做 Joe Robert Cole， 是漫威电影世界的作家组核心之一。嗯，他最近被采访的时候说，漫威最开始在跟他接触、约他加入加盟的时候，是想要让他打造关于 War Machine 的单人版电影的。当时他提供了一些电影的构思和一些电影剧社的简单构架，然后当时说漫威很喜欢，但是因为当时电影的时机问题和钢铁侠三有一些冲突，所以最后并没有打造出来War Machine的单人版电影计划。那么现在黑豹呢就出来了，说现在可以回头来考虑一下是不是还有机会继续看到War Machine的单人版电影呢。我觉得不会。你觉得机会已经过去了是吧？嗯，对，因为现在 Marvel 它的电影世界已经推了好几年了嘛，已经不是在那个刚刚做完那个钢铁侠二的那个时间段了，所以就是说他现在要更多的去打造一些新的那些英雄人物，而不是去做一个一个二线英雄吧，算是。嗯，这个二线英雄而且已经混了很多时间了，然后已经过去。个人魅力又不强，永远不是一个出头的人物，就给他做一部电影的话很浪费资源啊。嗯，我觉得有一些粉丝有这个想法，主要原因是因为漫威前段时间还说要做黑寡妇嘛。嗯，因为黑寡妇的就是重量在漫威电影世界里面跟沃姆逊基本差不多，他是副线人物，只不过是在钢铁侠身边出现，然后跑跑龙套啊，就是这些，就是对这些角色嘛。所以说如果是黑寡妇要是有了个人电影的话，那么沃姆逊可能也会想要这个电影吧。而且我不是很喜欢Don Cheadle的那个沃姆逊，我觉得还是第一个沃姆逊那个比Don Cheadle的要做得好。嗯，他更有一个就是军人的一个感觉在那边。是吗？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对沃姆逊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在乎，因为他的存在主要是绿叶为了让钢铁侠看起来更乱糟糟的，因为就是说，就是在漫画里面有一段时间是那个 Tony Stark 他是有那个酗酒的问题，然后他就把那个 Iron Man 让给那个 War Machine 来做，所以那个时候 War Machine 穿的是 Iron Man 的衣服，啊，所以有这么一个环节，但是在电影里面他们基本上已经不会再做这个酗酒这个环节了，所以就是这个人物的存在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永远是个二线英雄了。嗯嗯嗯，而且就是说最开始做沃姆逊的时候可能考虑当时应该他是第一个黑人就是漫威电影英雄嘛，嗯，对吧，打给他打造一个单人电影可能当时有当时的意义，但是现在呢黑豹电影已经出来了，那他作为沃姆逊他的机会就过去了。对，而且漫威下一个电影世界是基本是放眼宇宙吗？嗯嗯，对不对，在地球上的小人物他的单人故事是怎么样呢，这个大家的注意力也真的就都过去不在地球上了。嗯嗯。OK， 下一条呢是 J.J. Abrams 最近表示，他虽然目前的电影工作大部分仍然是跟续集在打交道，但是他自己其实更希望能够制作一些原创电影故事的，就是这些内容。这位好莱坞大红大紫的导演，别号是 Reboot Artist， 他目前的项目呢，包括即将上映的《碟中谍六》，下一部《星战》，还有一部电视剧系列叫做《西部世界》的第二季。嗯啊，还有我们刚刚讨论过的 Cloverfield's Paradox， 这他也有卷入哈，这些都是已经既有的系列电影的延续。他说最近一年以后的时间，最近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嘛，他一直正在构思自己的电影故事，说希望能够打造出来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嗯嗯。
我就怕它打造出来以后，然后又挂上 Cloverfield 的那个牌子，你知道吗？就根本没关系的电影，他都喜欢挂上 Cloverfield 的牌子。嗯，我觉得他多多少少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是对像什么Shane Black 啊，或者是其他这些导演嘛，有一些小嫉妒的感觉，就是说别人做的电影呢，其实也都挺好看的，但是都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嗯，他在好莱坞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听话的导演，知道吧？所以说呢，他总是可以去拍续集，就别人会请他来，就是这个续集压力很大，这个续集分量很重，所以说需要J.J. Abrams 来做。然后呢，他呢又就是挺中规中矩的，能够比较就是做出一些有质量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就是挺喜欢用他做续集的。嗯，现在他的重分量也上来了嘛，挺红挺紫的，就是他说想拍一个原创电影的话，都很多人会投资的。嗯，我对 J.J. Abrams 我不是说不喜欢他，但我对他有个担忧，就是说我觉得他因为他做了很多续集嘛，所以导致了他的个人风格不是特别明显。有啊，他拍摄电影的时候喜欢用那个 lens flare， 好吧，嗯，就是可以他看一个光从电影里面射到你眼睛里面那种感觉，特喜欢做这种，嗯，对，但是就是他的感觉就不像 Guy Ritchie 啊，或者是像那种，你明白我意思吧？就是说他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甚至就像说我们前些时间讨论的那个，通勤营救，嗯。那个导演的个人风格现在慢慢也都很固定了，就是说你在看他的时候，看这个导演，你就知道这个导演打造出来东西是某个味道的。每个导演有自己的商标，嗯。那么你在看《水形物语》的时候，你知道这指定是 Detoro 的作品，嗯，对不对？那么 J.J. Abrams， 你闭上眼睛，你想就是啊，这些他拍过的电影，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的《星际迷航》，就是《Star Trek》，对吧？然后加上《Star Wars》。这些东西呢，它就是很温的在把故事往前走。我觉得它就是好像是另一版的 Peter Jackson， 就电影语言方面它的个人风格不是特别明显，这样它才能够演拍很多续集。那么它在自己的原创故事里面是不是能做出自己的风格，这个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它还没很强的体现出来。嗯嗯，看吧，我觉得他想做自己的电影，指定会有人拍的，这是指定会有人花钱的，这没问题的。对，然后拍出来以后也是肯定很两极化的，喜欢的特别喜欢，讨厌的非常讨厌。嗯嗯。OK， 那么下一个呢，就是还是关于我们的 Infinity War 的新闻。Infinity War 在美国的超级碗球赛季发布了新的预告短片，在这里面呢，影迷们可以看到，就是钢铁侠有了新的高科技战甲，美国队长那个盾，指定不是那个圆盾了哈，是新的短双盾。但是雷神 Thor 在铁锤 Mjolnir 在被摧毁了之后，下一款武器是什么呢？很多影迷在不断的猜说，但是最后暴露了小乌龟的是漫威的一款 LEGO 玩具包。在这一款专门为无限战争制作的 LEGO 玩具包里面，雷神的武器是一柄斧头，看起来好像是短短的木柄和大大的斧头，铁的斧头刃。看起来在无限战争的电影里面呢，雷神会走过一套这个寻找斧头的经历，而且跟斧头产生了感情的这么一种经历啊。那也说不定就是有一幕戏用了一把斧头而已。就像他在那个雷神三里面，他用的是双剑，但是这双剑并不是跟他有什么感情基础啊。但他后来没用嘛，他双剑是当时在就是跟绿巨人对决的时候，对，就是人家给他的，对，还有他那个头盔啊，当时他穿的衣服啊，都是临时给他的嘛。对啊，对，但是这个斧头说不定也就是十分钟的镜头嘛，但是坐在那个 LEGO 玩具里面了嘛。但这个斧头应该是有漫威漫画基础的，对吧？对，就是他在最早的时候，好像就是。有一次他的锤子不能用了，然后他就用了一个斧子，然后就这几年的话，他好像就是，漫画里面就是他已经不能再用斧子了，就那不能再用那个锤子了，就举不起那个锤子了。就是有一些时候，就是说他因为他必须得是 worthy 嘛，对不对？对对对对。那他有些时候他不 worthy 的时候，他就得有一个副手武器，就是这斧子。嗯，就是好像是在漫画里面那个 Nick Fury 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就变成不 worthy 了。
就是他也许他做过一个什么事情，他从来不知道他自己做过这个事情，然后 Nick Fury 告诉他了以后，他就变成 unworthy 了，就用不了那个锤子了。然后新的拿起那个锤子的是那个 Natalie Portman 演的那个 Jane Foster， 对，然后 Jane Foster 就变成女版的 Thor 了。然后那个就开始有女版Thor的那个漫画系列了，然后这个老Thor就开始用一把斧子了，雷神变李逵了就，嗯嗯，啊是这样的，嗯，啊这倒是挺有意思的啊，但这啊我知道是雷神这个跟斧子，虽然说雷神跟他的锤子虽然说在形象上是一个很固定的这么一个搭配，嗯，但是雷神在漫画的这个整个这个很长这个线路里面，有很多时候他都是不能跟他的锤子在一起，或者是没办法用他锤子的，嗯，另外有一个就是说他在就是最后得到经过锤子考验的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也是用不了锤子的，就是他这里面用其他武器的机会其实蛮多的，嗯，对。就是雷神的锤子和美国队长的那个盾牌嘛，都是被摧毁过几次的，好像在漫画里面。但是我最具体我没看漫画，所以我只是听说。嗯，而且在那个就是有另外有一个 Ultimate Universe， 就是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是 X-Men 和那个 Spider-Man 电影刚出嘛，他们就想重整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嘛，就造了另外一个宇宙，就在这里面所有的英雄跟他们以前的形象差不多，但是有新的故事。在那个里面雷神是一个他是一个就别人都不相信他是神，就是他看上去像一个酒鬼一样，但是他真的有法力，但是就是没有人相信他是真的神。三那个里面他用的那个锤子，他就是正面是一个锤子，就像我们一般性就是用的那个榔头那个感觉啊啊 啊！前面是一个锤子，一边是带刃的，一边是后面是一斧子钝的啊。对对，所以就是锤子和斧子的合体吧。我对这个电影的期待值说实话比黑豹要高，但是这个星期下个星期黑豹就出来了嘛，嗯，所以说现在我手机上就有很多关于黑豹的这些电影就是 preview 的那个。就是电影影评的推送啊，嗯，就是很多各种各样就是影评关于黑豹的就都出来了，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都是枪手贴，嗯，都是就是给电影做宣传的那种影评，你知道吗？就是都很多很多，而且现在你打开电影新闻的时候，里面的全都是关于黑豹的内容，其他东西都找不太到。不过不管怎么说，黑豹马上就要出现了，下周的话我们指定会要看，所以说期待吧。对。OK， 那么这周我们时间又差不多了啊。那好，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一周的收听啊，嗯。我们的节目呢，在荔枝 FM、喜马拉雅 FM 和网易云音乐上现在都可以找得到了啊，嗯。希望大家对我们支持这些平台。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Podcast 上面找得到。那么不管你是使用苹果的手机呢，还是使用安卓的手机呢，如果你安装一个听 podcast 的软件，应该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节目。嗯，那么这个 podcast 呢，啊，因为它不是声音平台，而且服务呢一般来说是在国外，所以说不太容易被封杀，是我们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发布平台啊。对，所以说狡兔三窟，我们要为最差的环境做准备，留着后路。对，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每周的微信新闻贴呢，还是由包子一手打造，然后按照节目发布的时间呢，向大家推送，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彩蛋新闻和我们声音节目里面没有覆盖到的一些资料。那么这些东西呢，相信你也应该会很感兴趣。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新闻贴。嗯，那么这一周是第14周，我是主播包子，我是老张。嗯，谢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下周再见。下周再见。